依据疾管署重点学校传染病监视周报的资料显示，近期红眼症的疫情有上升的趋势。这种由过滤性病毒引起的急性结膜炎，在季节交替时阵容易引发大流行。家己市卫生局提醒民众注意个人的清洁卫生，一定要勤洗手，唔通乱做目睭。已经发病民众要尽量减少出入公共场所，以免传染给别人。清明节一过，天气渐渐变热，开始进入流行性结膜炎流行的季节。根据着疾病管制署重点学校传染病监视周报资料显示，在最近红眼症的疫情有新冠的趋势，民众若是出现讲目睭会痛、会惊光、容易流目屎、产生大量的分泌物，都要注意，因为这种病毒所造成的急性结膜炎发病真紧，但是要完全恢复需要一段时间。季节转换的时候呢，很多的细菌跟病毒呢都会更为的活跃。那红眼症最主要它会引起我们眼睛畏光灼热，然后会有很多的分泌物，会非常的不舒服。最主要呢，它的这个传染力非常的强哈。那所以呢，在此呢，我们要提醒我们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呢，要提醒我们家中有这个小朋友的一个家长哈，如果学童的这个眼睛哈有一些异物感哈，就要赶快去就医。那特别在帮孩子处理这个眼睛分泌物的时候呢，要特别注意呢，要立刻的落实洗手。刚以市政府卫生局呼吁民众应该爱注意个人的清洁卫生，做好自我保护的措施，注意双手清洁，开始依照着湿搓、冲捧擦五个步骤来洗手，唔通用手做目睭，必要的时阵爱用清洁的面巾或者是棉花棒、卫生纸来擦。如果已经出现目睭无爽快的情形，就应该爱赶紧就医，依照着医生的处方用药，而且尽量伫咧厝内底休困，避免出入游泳池等等的公共场所。最新新闻，中央新闻网小三加二七彩虹报道。